好，现在我要跟同学讲如何汇出成 GIF 档，你还是注意哦，交作业交 GGB， 就是另存，有没有？另存新档，这个交作业就叫 GGB 档 ，OK， 好，就蜥蜴的拼贴，好，就叫 GGB 档 ，OK， 好，那我现在汇成 GIF， 好，汇出之前，请你再稍微美化一下。刚这个多边形有没有？请你按一下属性，好，请你按一下属性。我们让这个一般，这个属性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属性有没有？我们让它颜色有没有？不要填满，好，就是我只让这个外面多边形 Q 0哦 ，Q 0只让它变框框，好，样式好，线宽就让它变框框就好了，好，样式颜色好，比如说就红色，好，这样，好 ，OK OK， 好，就是再一次，就线只留线宽，至于这个颜色就不要填满，好，这个是六边形，不要填满。或是你按淡淡的蓝，看你啦，好，看你的这个个人喜好。不过剩下哈，有一件事要拜托一下，这个 Q1 开始哈，请按右键属性，好，它是会出来，对不对？请你帮我把这个线宽调整成零，好，不要让它有线宽 ，OK， 好 ，Q1 是这样 ，Q2 按一下线宽也把它调零，好 ，Q3 照顺序哦 ，Q3 调零 ，Q4 调零，好 ，Q5。调零线宽就不要，好，还有 Q 六，好，这边按一下，好，就不要，跟 Q 七，好，调零，你看哦，这样才不会有那个拼起来怪怪的地方，好，好比说，你看哦，这样拼起来不会像刚这样，有没有？好，拼起来这个接缝处才不会有这种有一条线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样，因为它的线宽是零嘛，好，对，这样就很像了，这样是不是就很像？好，只留下刚的这个六边形，对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你也可以把还是把 A 跟 B 好显示，好让他知道就原来点是这样了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这样理解吗？好 ，OK， 好了的时候，好这个关掉，好，那好了的时候，请你先按存档另存，像我这个就是蜥蜴拼贴动画讲解，好，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啦 ，OK， 好拼贴，好动画。好，讲解，这是我的名字，好，请你取自己的名字，你自己可以取，好，比如说蜥蜴拼贴，你是哪个名字，谁做的，什么国中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，那好了的时候，像我这里就我先存桌面，那你先存桌面，再上传。那接下来我要汇成这个 GIF， 汇成 GIF 呢？好，请你这个大小先稍微调一下，好，稍微调一下，调在正中间。好，正中间，那我这个 Q0 我就不要让它显示标签了，好，不然怪怪的，这样 OK。好，那我要汇出，怎么汇出？按档案，小心哦，档案汇出，好，汇出成 GIF， 汇出成 GIF， 这个滑杆就跟着谁呢？好，跟着这个K， 好 ，K 从0它就开始会变了。好，然后按循环播放，现在按汇出，那就可以汇到哪里？好，就好比说，影格速度，好，这个要速度很快吗？好，这有时候会牵扯到你输出，有些电脑不太好，弄得很多哈，输出之后汇出以后就电脑宕机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好 ，OK， 我现在汇出，那汇出我也是汇出在桌面，有没有 GIF？ 这样会了吗？好，汇出在 GIF， 按储存就可以。可是我现在怕按储存，它开始就会宕掉了哈。那请同学自己试试看。那我们这个蜥蜴这个拼贴的动画，我们上。第一节课就讲到这里咯，我们要分成两节课去教它哦。好，那先到这里咯，加油加油加油。